是涂一楠，来自杭州科技大学。我的寝室是三个保研，一个考研，都成功在杭州科技大学升学。本科是能源专业，然后转到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很好，同时在华科里面的口碑比较好，因此我选择了放弃上交的其他学校的 offer， 选择转到了这个专业。我们三个保研在得知我们三个都将在华科读研的时候是非常的开心的，同时也寄很大的希望那个考研的同学，当他也成功考上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这个假期，我宿舍的肖同学选择留在校内，跟随导师在实验室做实验，争取暑期发表一篇文章。安同学选择前往苏州打工，弥补家庭的支出。郭同学选择了跟随导师出差，前往四川乐山，进行锂电池有关的项目。然后我是在老师的安排和驱使下，选择了主动留下来，留在了华科计算机这边实验室这里做实习，和老师一起完成某些项目。我希望未来的我能够脱力奋发，勇毅前行，能够为华中科技大学争光发彩，发光发亮。所以一方面我期待我的校园生活，一方面期待我身边一群可爱的人。